从前河南归德一带多为务农人家，过着早出晚归的规律生活。经过一天辛勤工作，农人阿德正牵着他的老牛回家。阿德，不好了，娘又发病了。我去请高大夫来。高大夫，我娘不要紧吧？到底如何？高大夫，我娘她……你娘因近日气候转凉，得了风寒，还好你们及时请我来，否则她老人家恐怕难过这关。明日我会再多带些药来。多谢高大夫，您真是仁心仁术啊！好啦，急着替你娘看诊。肚子早已唱空城计了，晚饭是否备妥？都准备好了，高大夫这边请。啊？什么？这是？可恶！你们不知道我高明的规矩吗？要我出诊，一定要备妥牛肉大餐，否则天王老子我也不依的。明日要是桌上看不到牛肉，休想我会再来。哼，真是失礼，我先走了。啊，高大夫，高大夫，我啊，阿德，怎么办？我们哪有钱买牛肉啊？娘的病又不得不治。牛肉，老牛，对不起了。你在我们家吃了这么多的苦，如今还让你落得如此下场，我真是舍不得你呀。阿德为了老母不得不痛下决心，趁着黑夜依依不舍地将老牛牵至屠夫处。高大夫，昨日真是失礼呀、啊！今日我与店内已准备好牛肉大餐，请你享用。我娘的病就拜托您了。哇，这还差不多耶！ Yeah, 我就不客气喽。嘿嘿，真是肥美多姿呀！啊，高大夫，你怎么了？那肉好老，好干呐、啊！啊，快给我水！高大夫，高大夫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能死啊！我娘还要您来救啊！哇！噎死的高大夫一路坠向黑暗的冥府。哎呦，我命小矣呀！哎呦，就是他啊！阎王大王。就是有高明这种好吃牛肉之人，我才会一直屠牛宰牛啊。我大王冤枉啊，是他们杀牛引诱我们吃牛。是你们爱吃我才杀呀。大胆，牛劳苦为人耕田养活人命，你们不但不知感恩，竟然忍心杀害他吃他。至于杀害牛命与吃牛肉，罪孽相等。你们知道，多吃必然多杀，少吃便少杀，不吃便不杀，不相关联的道理吗？杀牛者，心地残忍，手段毒辣，即刻罚入地狱受报。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啊！高明，你在阳世好吃牛肉，而且曾经误用药物，害死十人。现在罚你十世为牛，以偿十条人命。禀阎王，又有一人因高明误医，命丧黄泉。还我命来，高大夫啊！你是阿德的娘？真是造孽！再加一条人命，罚你十一世为牛。妈呀！我不要啊！任意杀生害命，以免招来无穷。
穷过海，老高，你觉得如何啊？素食革命结合了精神的成长、怜悯的爱意以及对社会服务的主动态度，这是一种始于内心的觉醒，而且对身体完全无害。